妆大概完成了，那我们要先上去选礼服。他今天帮我们准备了三套，对。但是呢，我们一样是自己选完，然后再给大家看。好。因为今天的话，我们还有拍比较个性类的，我带你去拍那个很多岩石、很多石头的那一种，所以它那个颜色更深。那我会建议说，我们可以挑这种，它其实它里面是有一点点的花布，然后它那个整个的气势会很好。那我觉得这件看起来像不错，我喜欢看起来合身一点的。看起来你会比较紧吗？是吗？是这样吗？就是衣服看起来会比较紧，或是这种缎面的感觉也不错。你是不是都没什么研究？对，反正就是白白的。对，我觉得从这里的第一件到这里的最后一件都长一样。大家现在会在聊天室说好不好看？我应该没有穿得好吗？是怎样？我们现在其实有点像那个2万订阅的企划，算吗？你像是快要2万了，对不对？好像差不多。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去关于台南的一些婚纱秘籍，还有六一刚刚挑的那几件婚纱，我们一起曝光。好，看一下最后是挑哪几件是吗？对，因为我刚刚挑了4-5件嘛，最后选了3件出来。现在六一身上已经超像那只蝴蝶了，他说我这样像直笛队的，吹笛子的。嗨，大家，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化好妆了。对，我们要先去第一个景点。你说第一个景点是渔光岛吗？对，他们今天说会带我们去他们觉得比较少人会拍到的景点，所以我们就一样带大家去体验看看，然后去看一下到底有哪些地方。OK， 好，出发。婚纱就是白纱。看到屁股超长的，屁股就是裙摆啦。被你讲得非常没有 sense。好看吗？大家？走吧。你会很紧张吗？不会，你不要掉下去，我比较紧张。你现在是拍婚纱达人了。女孩子的动作今天就两个一样，盯起来，一个是胸，一个是腰。好，那你往前推。它肚子一定会变大，可是这个可以收。那主要是我们这个腰的曲线，对吧？对，那你这个揉就轻轻的揉，这个让它散散的都没有关系。好，来。离开光线下就逆光拍起来就很漂亮，很仙气，就是比较梦幻的这样子。近几年来，婚纱业者都很常来的地方。不会，就是这个要看条件，天气好了，或是说有时候那个感觉要跟你的礼服有搭，并不是说我可能穿个什么颜色来就适合。其实要搭，要跟摄影师沟通。对，有时候你们要的跟摄影师的一些专业上面，然后沟通一下会比较适合。好，对对对。晨曦的那个焚化炉，这边就是焚化炉，然后它的话算是比较不会有人来啦，就是因为它这边靠海边的，对，然后这边的话地图 Google 不到，所以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，对，然后也是只有我们摄影的拍摄影的会来这边的，对，一般观光客是不会来这边的。有看到吗？这是这件的小亮点，这是六一的第二套礼服。对，我还蛮喜欢这件的，我比较喜欢简单利落一点。你喜欢这套吗？还不错啊，跟上一套比起来，这套比较特别。你比较喜欢特别的？对，因为我知道了，阿宽不喜欢小姐姐系列。大家比较喜欢哪一套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留言板，谢谢。他们说原本这里的水没有那么多，是因为前几天有下大雨，不然的话可以再往下面走一点。石头阵超壮观的，全部都是石头，这边超酷的，很像一个复活节岛的感觉。妆发姐姐要带我往里面走，妆发姐姐，你这个去尾吧。真的是很像以前在练功的时候，就这边是在卖石头的是吗？景观的大石头，家里要摆设的时候，他们就来这里买。对，好酷哦，后面都是石头，很像在国外的感觉。
现在呢，换阿宽的帕，我在旁边的大石头旁边休息一下。我觉得这里真的很酷，很像一种武侠小说在练武的感觉。我从来都不知道台南有这种地方可以拍照，哎，真是大开眼界。台碱宿舍，台湾的台啊，碱就是酸碱值的那个碱。那边有一个庙，有没有？我们都认这个地标。那是小的圣母庙。对对对。啊，石头那个是大的圣。大的，对对对。所以我们都认这边。然后它这边的话，算是比较私人土地，有时候这边的居民也会感人这样子。对对对。这是六月的第三套礼服，有点像紫色的薰衣草的。薰衣草人，他家有人。好看吗，大家？我其实看不太到我自己。因为他现在头上兜了很多花圈，好像。小精灵，小精灵，对啊，转一下。那你喜欢吗？还不错啊，蛮鲜艳的。这里居然隐藏这个日式的房子，哎，好酷哦！跟着婚纱团队来，都会找到一些很厉害的景点。我现在是拍最后一张逆光的，拍完就可以回摄影棚了，加油！其实拍婚纱真的很辛苦，谢谢大家了。然后我刚刚被蚊子咬，你看金格在这里，很大一包哎，傻眼。嗨，我们已经收工了。嗨，我们一样简单的跟大家通整一下，我们今天去了哪几个景点。好，第一个是去渔光岛。对。第二个呢，去防风林。渔光岛部分可能大家上网查会比较容易查到。嗯。那防风林的话，我会把一些资讯放在下面，让大家比较好去找。OK OK。那第三个的话就是大圣母庙旁的石头区，那个是我最喜欢的。对，很有气势的一个地方。嗯，对。第四个是台碱宿舍，它前面会封起来，你们要从后面的一个巷子进去，然后会有个日式的老房子，那也蛮漂亮的。嗯嗯。但是也是在很里面，你要找一下。对，跟大家同整完地点之后，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拍完的心得。好啊。我觉得它的礼服真的超级无敌多。他们二楼有一区，然后三杠。对。超多的。超级。上百件吧。嗯，我们今天外拍的时候，那个摄影师是阿肯。对。嗯，阿肯，我觉得他非常非常的专业，真的很厉害。就是他会头脑有里面像有几百万个姿势 pose， 而且很有耐心。对，然后他都会教六一怎么摆，就是教女生的姿势。啊、没有，他是教女生的姿势。男生女生都有。对，很厉害，他能摆出一些女生装起来很妩媚的姿势，男生弄起来很酷的。对，所以摄影师就做阿肯嘛，还有他的 partner 阿汉，他整个人非常非常的热情，他很像跟那个摄影师有非常大的默契。只要摄影师一说遮光这样，他就马上变出来。而且他都不用说什么方向就这样摆了就拍了。很厉害，很厉害。这个是你刚刚说的彩妆姐姐，真的画得超快。哦，对，我第一次遇到那么快的，因为我们第一次去那个婚纱，好像都画了三四个小时。对。然后这次一个小时半就结束，而且是很好看的妆。嗯。你们看六月就知道了啦。所以就是我们这样子整车下来，觉得是非常开心，气氛很欢乐，就是让你拍起来不会很累，因为今天其实我们是郑总出去拍。对，有兴趣的话可以来这里问问看。对啊，他叫做凯伊莎。对，凯伊莎。如果你没有另一半要结婚的话也没关系，你可以跟你的闺蜜，还是拍全家福，还是你个人沙龙照，想自嗨都可以来。可以可以可以。虽然这是合作影片，不过整个合作下来是非常。很开心的，非常非常开心。对，而且大家其实也可以上网查，不用只看我们说。嗯，它其实评价真的本来就很高了。嗯，它好像已经开了三十几年的啦。整间店很漂亮，而且它摄影棚超多，还有四层楼。嗯嗯嗯。那也谢谢大家，我们已经快要两万订阅了。对，今天也算是一个小小的特别企划，跟平常影片不一样，有点解放的感觉。嗯。那以后就没了，可能要十万了。六一的身材不是那么好让你们看到的。哦。我说不知道可不可以维持到那时候。不是，我是说不可能被大家看到。哦、好，那就是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那我们就后天再见。好，拜拜。凯伊莎团队呢，还有推出一组抽奖名额，可以让大家来抽奖，可以免费拍摄婚纱哦。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，不管是闺蜜、情侣还是一个人的，都可以。那详细的规则呢，我会放在旁边这边。那他们的粉丝团连结呢，我会放在下面的资讯栏跟置顶留言。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，一定要赶快追踪他们的粉丝团哦。最后呢，就祝福你们中奖啦，耶、yeah, ，加油！